是不是在一起久了好了没啊？好啦，马上马上。大概女生都有这样的烦恼吧，每次要用的时候，最想要的东西永远都找不到。你在干嘛呀？我找不到我那个发卡了。找不到就算了，已经要迟到了。而女生也都有这种能力，通过一件小事儿觉察的对方不开心，于是开始自责。麻烦开快点，我们赶时间。都迟到十分钟了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非得化妆。于是又开始自责，怪自己太麻烦，但内疚之余又免不了感到陌生，身边这个人好像有哪里不一样。进去选一个吧。啊，选什么？你不是发卡丢了吗？走吧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，你戴一下。我也很喜欢。他应该不知道，有时候女生需要的就是这种不经意的在意。谢谢。